黄色的火箭。真烦人，我整个塞拉斯，你瞧，讨人厌。这把我们其实不太好发挥啊。刺儿，刺儿，刺儿。你的灵魂将是虚空的世界啊。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吃药。乌迪尔打野，小心点。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起立，平 A 接沉默。沉默，他已经没有药了啊，而且他蓝指定不够用。起立，沉默，点盐，吃小饼干，直接喊砸死得了。临死回头 A 了我一下，小反甲有没有用？没有用，有用，但是不是现在出。出门，赚肯定是赚的，就是我亏了一个闪现嘛。刺儿，沉默，刺儿，用抠收吧。这塞拉斯偷我大可挺烦的，他能一他偷我大，他也能一直吃小兵。我不住在床底下。起立，沉默，刺儿，刺儿。平 A， 平 A 起立，闪现。你的灵魂像是虚空。他把三瓶药全吃了，起立。塞拉斯也能变大吗？可以啊。沉默，刺儿，起立，刺儿。他的蓝量，一套技能都不够，塔先让他打。让他打，别着急啊！起立，沉默，吃。这怎么没吃死呢？逃不掉的。
吃亏了。我就尝给你炸好了。嗯，你要干啥呀？可能有点烫，吃的时候小心。好的。哈皮别掉啊！我出俩魔坑，我看你怎么打得动我。不买鞋吗？鞋不让买。点的神奇之靴，你就是世界的祸害之一。沉默，刺儿。你吃不吃小兵？你是吃我还是吃小兵？你们这些生物真难看。今天你是吃包子还是吃饺子还是吃沉默刺儿刺儿点燃吃刺儿起立。哎，我这大狗熊我闪现起立沉默挺烦人的这墓地儿五个钉钩啊！我不住在床底下，蠢物！行了，就这么地儿。那狐狸不也死了吗？哎呦我塞拉斯瞬间啊，塞拉斯330了。召唤师，你的心魔正在蠢蠢欲动。他出来了，刺儿，又吃我的，他几层了？啊，他有一层，他吃谁了？他吃小兵，他不吃我，他吃小兵，沉默。没打，我这波无敌。这塞拉斯这玩意儿不好杀，他能回血。塞拉斯都一层，我还零层，我不吃啊！我吃干啥呀？我吃人呢？刺儿，刺儿，
气儿。好了，举例，沉默，咬，刺儿，哎，这英雄回血真恶心。没完了，穆迪尔，这不是。这银海来一个。算了，死个小兵吧，真鸡巴没死我！哎呦我天，真难杀呀！杀他就跟吃屎一样费劲了。小猫怎么上来了？谁来了？吃口屎的！干哈呀？这翻身！哎呦，我终于吃到个人儿，不容易！刺儿！起立！刺儿，沉默，刺儿，人头，刺儿，沙发条，起立，刺儿，沉默，起飞，你 A 个屁呀、啊！这为什么要 A 人呢？团灭了，这给个三杀呀！真好个潘森，这不猥琐，这不就完事儿了吗？杀了塔皮吃了。哎，应该先吃谁呢？这个小猫确实还行啊，个红，你的心魔正在蠢蠢欲动。
体力，刺儿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闪现刺儿，刺儿点燃沉默，刺儿体力，给我杀塞拉斯，体力，回家了。不是这一波吧，我说实话我们拿个红吧是没什么问题的，只不过没跟他说话你知道吗，对不起行不行，对不起行不行，只不过不是没管他要吗，先来个巨酒吧，我需要红。上来呀，小猫。不会说话，不张嘴。对不起，我需要红。这说话了，行不行？这回说话了，行不行？不好意思啊，你看。我就说嘛，我们要是没问题的，只不过我没跟他说，刚才那红就剩200滴血了，情况比较紧急，你知道吧？这也没空跟他说了，这是。体力，刺儿，吃。沉默，起立，刺儿，抓潘森吧，潘森的弟弟，啊，抓潘森，刺儿，起立，刺儿，沉默，评委，起立，刺儿。拆个塔吧，反正都无敌了呀，哪来个瘸子，把它拆了吧，他打人不打疼，起立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我吃，打个蓝 buff。你说我把他埋起来吗？我操！我先给他拿你知道吧，因为他拿吧他能给我一直回血，哎气死我了，这潘森那怎么打那么多血呀，你的嗓音就是世界的祸害，都得给我你咋那么大呢，跟我比大，塞拉斯够大，感觉塞拉斯比我还大，是因为什么呢，哎呀这为什么，起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起，吃，
打大龙吧，兄弟们，怎么样？打个大龙来。先把那潘森给杀了，让 ADC 让人干了 ADC。你咋那么大呢你？你大什么？你跟我大，跟我比大，跟我比大。先闪一手，刺儿，沉默，这就上啊。这啊怎么不够蓝？哎呀，这投降了。